丽怎么会在这里拉小提琴呢？她不是说只在毕业典礼上拉吗？那不是山菜吗？丽该不会想要当众演奏给山菜听吧？ 很久没有看到花泽类拉琴了，上次看他拉琴的时候，他还是那个会说别人的事我没兴趣的人。没想到不知不觉已经过了那么久。F4就要毕业了，这一年发生了那么多事。这是我在明德为你演奏的最后一首曲子，山菜，送给你。 花泽类和山菜，现在他们到底什么情况？花泽类竟然为了山菜拉小提琴！天哪，董山太这女人也太让人羡慕了吧！别急着推开我，在我离开之前，请给我一点时间。我的快乐会因为你，若你能快乐。